签字画押，谁押？我画不了。这上面写着，沮水楼之火属天谴之灾，可沮水楼是楼内起火，楼外边可没着啊，这怎么能说是天火呢？好，那你说，这火从何处而来呀？ 要是说不出，这火就是你放的。火是从何而来？需要勘察现场，需要找到起火点、起火物。现在查都没查，无凭无据，凭什么就认定是我呢？大胆！本官当然有凭据，九人八命，唯独只有你活着。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 若真是我起心动念想要作案，我又怎么可能让我自己沦落到这般田地呢？嘿，你们这些乌七八糟出身的人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来人，给我打！一直打到他愿意说实话为止。是，住手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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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大可以将我的画像传至各城门守备处。画像？画像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这贼人都会易容。美师，着实不是下官不愿相助，这是这不合规制啊。为什么？贺大秦是您的笔将爱徒，他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愿让他枉死，求您助我。这样吧，我有个办法。这玄铁坚不可摧，没有钥匙断不可能打开，以此为凭证，就算他易容作假，只要通知城门守卫，他也逃不出长安城。我会让他住在我府中，严加看管，由我做保，这样你可以放心了。每日有证，务必回县衙禀报当日状况。他本来要以暴雷天火结案，你又何苦给自己找麻烦？人的罪不能怨天。你若查不出来呢？只要是人为的，就会留下线索，我就能查出真相。你要小心行事，查出什么及时告知我，我也好助你。多谢为师。这火是怎么烧起来？是不是又被雷给劈了？和那棵梧桐树一样。为何只有他体肤完好？其他的这几具都是烧死的，只有这具是在别的房间发现的，是被呛死的。哦。哎。你们怎么进来了？这哎哎，别乱动啊！这我跟你聊聊。哎，你干嘛？来，你我跟你说，你别动，为什么？千万别乱动。是为什么？哦，魏大学士。哦，知道魏，哎呦，魏大学士。这把钥匙是宫中之物。精致的娘子啊！上车！赶上第三波，廷尉这么挤，宫里肯定出大事。宫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去查一查这东西的主人，就应该知道了。这从何查起啊？看刘金走线，朱砂描红，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。东市有一间香料铺子叫锦苑阁，西域沪商最好的香料都会优先供应那里。查一查，买这些香料的究竟是何人？哎，公子，你去哪儿啊？走吧，去东市。
这是有人从外面把门给锁住了吗？那是有个暗门吧，通往何处啊？郎君定是看错了，哪有什么门？其他的这几句都是烧死的，只有这句是在别的房间发现的，是被呛死的。香囊里边是墨药、檀香和郁金的混合物，都是皇后最爱用的香。难道那个女子是皇后宫的女人？她身上肯定藏着什么秘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满大街都是金乌卫，都是在找她。知道那名死者的身份吗？你知道，她是皇后身边的私保宫女。将军，就是她。皇后到底丢了什么东西？看这阵仗，
肯定是值钱的东西啊。生死权任谁都惶恐，此事动摇国本，圣人呐，不可不查呀，出了此等大事，您一定要慎重啊，三思啊，圣人明鉴，恳请圣人决断，圣人您一定要慎重，圣人一定要圣人，凤印丢失乃皇权旁落，并为歹人所利用，强行镇杀扬州刺史陈朱良，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凤印丢失实属中宫失德，必须严惩，请圣人圣裁，请圣人圣裁。你看你把我这口子那么乱，你是干嘛的呀？你看我在干嘛的？官府的，将军府的，皇宫的。别问，问多了都是事。老板啊，你这个东西多少钱啊？这个10文。你这太贵了。哎，不贵不贵，还可以便宜点。哎，这个真好看啊，这多少钱啊？8文，8文一个。我妹妹长得这么漂亮，你不能给人便宜点？5文。好，行，5文。那就5文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再开门。哎，朋友，看看，来看。老板，这能尝尝啊？哎，可以可以，全尝。哎，这真好吃。是吗？你尝尝。我尝尝吧。来，这么。来，尝尝。哎，你们别光吃嘛，到底买不买啊？是啊，该买还得买，该付钱还得付钱。好。嗯。脸贴的啥啊？他们说这能辟邪。这你也信？快走吧，公子等着看杂报呢。整的跟真的似的，我再玩一会儿。怀英啊，果然是游过西域的人，见多识广，真让人羡慕。不像我啊，每天窝在这个国子监里，终日灰头土脸的，抄不完的公文，写不完的文章。这些年要不是卫士的照拂，我恐怕连糊口都难。哎呀，别喝了，喝酒误事儿，喝酒误事儿。我喝酒从来没误过事儿。那天是有人在我的酒里下了药。哎呀，这个都是结束啊！哎，世界上现在人人自危，都说这是天谴。什么天谴？你说，皇后喜欢的梧桐被雷劈了，她喜欢的妓馆又被雷劈了，着火了。哎，你说这不是天谴是什么？居水楼不是因为雷电击中才起的火。你什么都不说，那我不是得到市井上去听这些传言吗？
不是天劫。你跟家主一样，惜字如金，你。卫士，你可知何大金有什么喜好？这几日，我总是能梦到他，可是，在梦中，又总是看不清他的容貌。他自小在我身边长大，可近来我才发觉，我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好好喝酒，酒壶随身带，好写诗。这平日里呢，我就爱喝一口，但是当着卫士的面我可不敢。所以今天咱们喝酒的事儿，千万不能告诉卫士啊。这些我全都不知晓。他自小怯懦，一向谨言慎行，在我跟前十多年来，从不敢大声言语，而我对他又多是批评和挑剔居多。没时间，私人一事，我现在担心的是你。两日已过，祸从何处起，可有眉目？居士楼内易燃物太多，起火点不好找。扬州刺史陈竹良，五年前陈竹良因为反对李侯，被贬官南山到扬州。前几日，正是他被奉印矫诏强行镇杀，也正因为此事，才翻出了奉印失窃之事。可是五月十一日，正是菊水楼案子的第二日，这跟菊水楼案子有关吗？有，当晚有人到过菊水楼，他知道会起火，锁了大门不让人进出。我没死，纯属侥幸。是什么人要杀你们？不是想杀我们，他要杀的是掌印宫女雅欣。雅欣坚守自盗封印，事成之后被人灭口。据万年献宝，居士楼管事的月季是雅欣的同乡，牵连了这么多人，都是因为雅欣。这些你是否向万年县令汇报？还没有，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，没有证据。但居士楼一案和奉印遗失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放火的恐怕就是偷印之人，是皇后的敌人。你看了那么多杂报，怎么还不明白？皇后改心，触犯了太多人。我就是想说，这扬州的杂报内容不实。我不信，真的有农人会抵制改心。皇后的科举改心，改掉的是门阀的垄断，农事改心，不再追究脱籍的流民之罪，还让他们就近落户，安排田产，民有所耕，地有所长。这是我这些年来四处游历亲眼所见。亲眼所见难道就是真吗？皇后奉印一事，所有常科考试试卷全部封存，不予批改。现在昭文馆内忙乱成一团，支持皇后和反对皇后两派混战。我素来与政治无缘，一把年纪只想夺得清静，但我告诉你，在长安城内反对皇后的人太多了，他们面目狰狞，
根本无需掩藏，各怀各的心事，且都位居高位。长安城不是你我的，是他们的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了这毛病，走一路偷一路的。这怎么能叫偷啊？我这是顺手拿的。不是你顺手拿就不拿点值钱的？你拿这堆破烂它有何用？这叫留个念想。反了。哎呀，干啥去？公子在吗？公子不在。我找公子去。公子不在。有的事儿就是要趁他不在的时候做。洪管家。啊。正好我正找你呢。这是我亲手做的壁炉，甜口的咸口的都有，你尝尝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没事儿啊。有事儿就这说。你这个小脑瓜子转来转去的，没事你献殷勤，哼，这东西我可不能吃。我就是想了解了解公子，比如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别的人吗？哎呀，公子是父母早亡。那他没有兄弟姐妹了？没有，他是独子。那他真可怜，跟我一样是个孤儿。公子啊，虽然他现在啊只剩下一个人，但是他也是官家出身，跟现在表现出来的都不是一个人。这跟什么出身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人活在世界上，如果一直是独自一人的话，总会觉得孤单的。您是不是在担心他破不了这个案子？我是担心他破不了案子，我是担心他。您是担心他的安危。王管家，你放心吧，日后我们兄妹二人会和您一样，护他周全。你回来了，来尝尝我亲手做的壁炉。我不饿。来，你多少尝尝嘛。哎，这就是你想了解的人。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锁紧了逃生之门，这绝不是天火，绝不是。万年县教育处农舍昨夜被天火所焚，报案人称有四人惨死火海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快快去传仵作。禀明府，仵作前日突然发病，满脸红斑，喷嚏不止，告病在家。哎呀，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啊？让我试试吧。啊？我略懂医理。干吧，干吧。看出什么来了？这四具皆是男尸。
掌心有老茧，虎口也有。他们都是被烧死的。我用你说。是啊。不对，火起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死了。他的口腔中没有粉尘。我进火场里看看。啊？哎，你，哎呀，跟上。是。我也进火场看看。这都烧成什么样了，能有什么线索？哎呀，让咱查就查吧。哎，发现什么东西了？凶案现场发现任何物品，必须要交给官。怎么回事？嗨，不就是一堆死残吗？什么大惊小怪？你去那边看看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残呢？哎，你干嘛？我取一些残，再查一查。查什么呀？啊！来人，把这些尸首和这儿发现的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去。快，把这收拾一下。等等，林父，再让我查一查吧，我一定能够查出点什么来的。查什么呀？啊！这案子涉及公众，不归我管。你要查，你就去找那个刑部尚书啊，对吧？林父，再让我查一查吧。今日。已经是第四日了。哎呀，热死了！哎呀，热死了，热死了！哎呀，热死了！哎呀，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案子你查不了。嗯？神仙打架呢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！赶紧的，哎，收了收了。哎呀，回去歇着了啊！收了，快点！是。哎，慢点，坐下，坐下啊！有收获。跟前面，慢。好嘞。那个万年县令说，偏偏是这些残，是啥意思呀？武后效仿长孙皇后行清残礼，遵照传统礼法。要清民、清养、清骚，长安附近当然养蚕，所以那些蚕恐怕都是清蚕里留下来的。分散到农舍之后，彰显皇后顾及天下苍生之美德。所以这就是个普通农舍呀、啊？是农舍，但也许并不普通。那里边那些人恐怕也不是普通的农人。啥意思啊？尸体上肯定有线索。问题是，我无权查验尸体。我走不动了，咱们就这么走回长安，得走到啥时候去啊？我袭人醉天下。刚好三匹，咱们一人一匹，四匹。不对，这马可不像是野马。这些马我见过。
他们是宇文君。